冷小月，这个土豆不用切出来的。不是都说土豆要切起来种才行吗？秋土豆整个种下去产量高一点的。那我都切了好几个了。没事的，刚好过年种起来也给你妈也带一点。这个土豆就放在这个肥料边上就好了。我知道的。 喂，有不？你少了嘞！哎，我一点都不把你想不见，忘记了的。咋喂啊？我一点都不晓得管了呢。我们俩饭都吃了。啊？怎么了？王芳说等一下过我们家吃饭。也很久没见了，正好你们可以聚一聚。我等一下下去买几个菜上来。还是我去吧，这里弄好像半天了。开车记得慢一点。 放在这里了。嗯，少买几个菜就行。好。老板，这个龙虾多少钱一斤？ 能不能便宜一点？来来来，少你2块好了。那帮我称2斤。2斤。嗯。什么？嗯，瓶子到时候拿回来啊。好，我称。上次你也买这么多的吗？人家难得来，我不能说他不说话。你赶紧去休息一下吧。 我来弄好了。你这是拿手机，你这多了，马上他多了，再多了。够点，那你叫就买回来。好，你少了抠脚东西哦。没事，多久的东西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那个钱包里。这么多钱，你这人行不行啊？可以的。刘伯，花4500块钱。 这是大药不是个，你就丢药不是不么呢？要数字才买。那嗯，放心。你先不能不晓得啊？我不晓得的，反正都是可以我也。哦，你也不那样，哎，你班里面都是你乖儿我。我来新结婚是交通地位是对待你噻。你要跟人家玩啊？不要玩，都是那样。 小月还买了很多，没事，来来，小月还买了很多，等一下。好喝一点，晚上就睡在这里好了。你给自己也倒一瓶。我感冒了，我刚吃了头孢，吓死啊！这么难得聚在一块子，没有少吃。哎，你茶袋有一茶袋，来来来，来来，继续。来，你有那只螃蟹，你怎么不吃了？要不是我早点拿出来，连刺子都没有了。我也不是很想吃。你赶紧去吃吧，等一下菜都凉了。那我去了。啊，小月，嗯，今天辛苦你了。